主料：云吞皮250克，猪肉末150克，木耳无朵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葱几根、鸡精、酱油、蚝油、白胡椒粉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准备好材料：木耳剁成末，葱切末，加入到肉馅中，再加盐、鸡精、酱油、蚝油、胡椒粉，搅拌上劲。取一张馄饨皮平放于掌心，用筷子夹取适量的肉馅，放在馄饨皮中间，往下按压一下，五指将馄饨皮往中间捏，再用虎口将封口处反复捏紧，先全部做好，下油锅炸至金黄出绿油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馅料随意，形状随意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